欢迎收看麦块 1.20 伺服器，我是尼亚斯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如果大家喜欢的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开通知。好的，那么影片就准备开始咯 ，Let's go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开我们的火车捷运。那私底下呢，我刷了不少的石英哦，去地狱的那个猪人塔去刷了一堆石英，就是为了盖我们的火车站，应该说捷运站了。就是哇、哦，等一下，我每次都飞不好这个。好，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私底下呢把楼下原本是鹅卵石，这一边原本是鹅卵石，我把它全部换成那个石英半砖了、哦，然后这边用石英全砖去把它叠上去，因为它需要那个侦测器嘛。然后我们今天接下来呢，不好意思，一直想咳嗽啊，感冒还是没完全好哦，好久哦，就只剩这个咳嗽了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盖那个车站，我们新手村的车站这一站。那如果时间够的话，顺便盖车站底下的楼梯、阶梯之类的、哦。然后我们这边就要思考这个捷运站它要有多大。我觉得这个站台不用很大、欸，就是长度啦。电梯的话，我们大概要六格的宽度。然后我们现在有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所以其中的六格会是电梯，然后还要包括墙壁，所以总共啊不行，那我再扩展一个一格好了，然后到时候墙壁会是在这一格上面。好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铺一下金砖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金砖好像拿的太少？只够铺啊，这边还缺四块。等一下我去拿一下金砖哦。好吧，我现在才发现我的金砖不够，我可能要再去地狱的那个猪人塔拿一波了。就是这里，这之前清明节的一个活动哦。然后这边就是猪人塔，我直接拿这边一点的金锭来做一下金砖，32个应该够了。不对，14个应该够了，不是32个，讲错。因为我们目前只需要做一站，然后这些金锭我其实消耗蛮多的，然后我又有再刷一些，可是没有刷的不够多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回来啦，我就把这个金砖把它盖回去哦。头好痛哦，没讲几句话就想咳嗽。好，然后接着后面这边我应该就会用铁砖去铺啦，因为我们什么都缺，但是就是铁砖我们超级多这样。然后我们到时候墙壁没有意外的话，我应该墙壁可能用石英，但如果是柱子我可能会用铁砖吧，就是如果这个捷运站里面通常会有柱子之类的，那假设没有柱子的话，我应该可以用石英也没关系啦。算我先用石英把它稍微盖起来好了，然后这边我到时候会用玻璃去把它盖住，这样就是我们搭捷运不是在月台的尾端，就是要到隧道口那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通常都会有一些玻璃挡板之类的，我到时候应该会做这个。然后这中间到时候应该也会用玻璃，只是这中间可能用玻璃片，然后这边我再考虑看看要用玻璃块还是玻璃片。我就出站的地方安排在这里好了，不要安排在对面。然后对面我们到时候可以做一些装饰，比如说自动贩卖机之类的简单的这个装饰。哎，其实我后来想了一想，哎，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盖这边的月台啊，我只需要一个月台就好了。它又不是捷运，就是两条。因为台北捷运大家有搭过吧？就是没有搭过你应该有看过吧？就是或者是火车啦。如果你有搭过火车啊、高铁啊、捷运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像的点，就是他们会有两条轨道，然后一条呢，比如说我站在这边的话，车子会从那边过来。哦，就是靠我这边这一条会从那边过来，然后如果我是站这边的话，另外一台车就会从那边过来，等于说我要往那个方向，过去的话，我就从这边搭捷运或者火车。那如果我要去这个方向，我就从这边搭，等于说就是刚好相反。可是我们这边是一台多种，应该说一台两个方向，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根本不需要月台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边拆掉了。好，如各位所见的，我们对面的那个月台全部拆掉。那我们先扩展这边的月台好了。
好的，搞定了。目前呢，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月台的长宽哦。然后我们的电梯，我私底下算了一下，大概要八格的长，六格的宽，我用金砖把它标示出来，没有错。我们要再盖一个电梯跟一个楼梯，楼梯的话我应该是会坐在这边，然后电梯的话出口应该是在这边，所以还是楼梯，我从这边下去啊，不对，这边下去直接面对月台会掉下去，感觉很危险，还是直接这样往下好了。好，目前我连底下的位置也标示好了，不过底下这一片草地是不太均匀的，到时候我可能会考虑用泥土把它填平，就是把这一块填的跟旁边这一块差不多高这样。然后楼梯的部分原本说是要面向这边，有没有？但是我后来发现有问题，因为这边是电梯嘛，然后我这个位置又那么高，所以楼梯面对这个方向会撞到电梯，那楼梯可能往这个方向会比较好。然后这个方向呢，刚好有一个比较高的区域，我们到时候就是可以从这边比较高的区域就直接上楼梯之类的。然后这边呢就连到另外一边的草径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开始准备动工电梯的部分，跟楼梯的部分哦。当然这一集我也不确定弄不弄得完，但是总之首要目标是我们先把电梯的空间把它盖出来，然后再盖电梯的本体这样。好啦，经历了大量的时间，实际的盖这个电梯哦，这个电梯仅没有完整盖完，只有把电梯本体，还有我们捷运站的这一层的电梯站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入口出口，然后就是一楼跟捷运站的都盖完了，然后中间的通道是没有。那我先来，顺便用一下那个颜色哦，因为我想要让这个告示板有颜色。一直想咳嗽。好，那这电梯基本上就跟实验室的是同一款的，只是我把它做得更精简了一点啊。
因为之前对侦测器没有那么的了解啊，所以基本上我盖这电梯完全是照原版人家盖的方式，一样化葫芦直接复制进来。那我现在已经搞懂这电梯的原理跟那个侦测器的原理，所以就比之前轻量化很。大家看就没有一堆有的没有的管线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先呼叫一下电梯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下面的电梯应该就会上来，中间的那个电梯井都还没有包覆住啊。到时候下面这些电梯井的墙壁会再做一些装饰哦。好，如各位所见，我们的电梯来了，到时候电梯里面也会摆一些红石灯啊之类的东西哦，不然看起来有点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实际搭着电梯来下。为什么僵尸身？他身在哪里啊？他身在铁道上。哎呀，我这个铁道还没盖完，到时候会再盖哦。到时候会一堆铁砖直接一路连过去，然后中间会穿插红石灯或荧光石再考虑，所以这样子的生怪的可能性应该就不高了啦。啊，这个按钮不能放在下面啊，得放在上面。放在下面的话，会影响到楼下呼叫电梯，会出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正式来下楼看一下。哦，有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我的人，我的人。我的人没有办法用那个灵魂出窍来看，太惨了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只能用第三人称来看了。我们首先先上楼，然后第三人称有了，就大概长这样哦。我应该会再加一些方块，看起来好像里面有包覆缆绳，而不是电梯就凭空在空中直接往上。这应该是下一集的内容了。原本我是有做一个电梯开关门，就是电梯上楼的时候呢，这楼下这边的方块活塞会推到中间，然后玩家是进不去的。但是这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玩家进不去，他要怎么呼叫电梯下来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点是，我就不能用侦测器去做这个系统，因为侦测器我按按钮它会闪一下，然后应该说按钮按一下，侦测器会闪两下，发出两次的讯号。然后我通常只有第一次的讯号，活塞会把那个方块往中间推，然后关闭这个电梯门嘛。可是如果它侦测两次，发出两次讯号的话，电梯门就会关闭之后再打开。然后如果我要用真的要用成功的话，我就必须弄一堆管线绕来绕去，就像那个新手村地底下的那个实验室电梯一样啊。不过我这一次电梯不打算弄得那么复杂。总之呢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啦。我们终于把这个捷运站的电梯给盖出来了，然后下一集应该是电梯美化跟盖这个楼梯。好啦，总之我们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，平晚上6点发片，接着早上11点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